做的东古难度很大的，我们做东古也没有人教我们做的，是我们自己想自己做的。 这个铜鼓来说就很多方面的，搞得太厚，声音也不好；太薄，声音也不好。几个民族都要的。北固窑他们民间用的铜鼓很多，有时候我们搞铜鼓，搞是很好看，但是到拿到民间拿去卖的时候。 声音都不合适。南丹北固窑要的铜鼓，它就是一个声音。嗯 为什么老古的声音要那么好？我们这个仙姑声音都没有比老古的好。换张铜鼓唱，他们发火到贵州，我自己去到厂家里面，自己去摇摇真火来搞。那种地方的人家摇铜鼓的。 都没有跳的，我们这边呢没跳，怎么和老古的声音，所以必须要跳。你那种摸摸摸摸个失败就响了。 现在声音跳的鼓的声音特别厉害。 今年的2018年，我爸爸又自己要买一面铜鼓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说：“我知道这里有一面铜鼓声音特别好，那我就带你过去看听这面铜鼓的声音。” 因为当时我爸去听了，然后爸爸觉得这个声音很好，声音很那种很温柔。我们北方对铜鼓的主要是声音这一块是最重要的。 不管你图案啊，或者是你是古老的传下来的啊，这些对北固窑来说都没有这个概念，也没有这个没有价值，它的价值在它声音上。
然后我们就打了这面铜鼓。然后我爸就付钱给这个老板，很多人还有我堂哥啊，还有亲戚啊朋友们过来，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也蛮好的。阿克他生活在的地方呢，都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山区。这里的话，也比较缺水，然后山地比较多，以这个玉米为主，然后兼种一些水稻啊，还有火麻啊、黄豆啊等其他的一些农作物。中国有56个民族，很多的民族里面要分着不同的支系，在200多万的中国瑶族总人口里面，白户瑶人口只有3万多人。白户瑶的话，它是瑶族的一个分支，自称朵奴。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南丹县的巴胥瑶族乡、里湖瑶族乡，还有贵州荔波的瑶山乡。白户瑶的民风民俗的话，现在保存的比较好。比如像他的服饰啊，还有铜鼓啊，各个民族使用铜鼓的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白户瑶是在葬礼里面使用铜鼓。打铜鼓的那一刻，这算是开锣。铜鼓和皮鼓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声音，哦，下面有人上来了。有这样，还有一种就是把死者的灵魂送上天界，因为他们说要打开天口啊。需要用这个铜鼓的声音，你这个声音要开到听口去。在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啊，就体会到这个铜鼓声音的含义，最好不要听到。只要有这种铜鼓声啊，还有这个老人的哭声啊，我们就会，心里面就很。就很难受，很不是滋味那种感觉。白户瑶的人就是认为铜鼓是家里面的一个宝贝，也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保护神之类的。每个面铜鼓都有名字嘛，它是像家里面的成员一样，给他按名字以后，家神就认可他了。要请告诉他，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鼓是我们的，我们家族买回来了。今后他在这里，你们要相互和谐相处，这样。你刚刚买来，买鸡来，你买得了。黄酒，黄酒有高头，就给先生来。
他告诉我主片，他的帅拿我主片，他安民是那样，你安民好了，拿我报的全部普及之中。 看马脚铜鼓呢，你看声音和你一，它像的声音像公鼓壳就没像，它像声音是木鼓的，哦，蛮可以的。木铜鼓的声音的话也是都很厚的，那个公铜鼓声音都尖一点。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铜鼓，人家一谈到，哎，谁家的铜鼓比较厉害，就是他那个人的，那他的名气就越来越出了，就出名了这样。因为铜鼓，是象征着财富、吉祥。 广西是目前世界上发现铜鼓最多的。那么说，广西这个铜鼓的拥有量突破2000多面。我们很多铜鼓使用铜鼓的民族也很多，壮族、苗族、彝族、水族，我们广西的这几个世纪民族都还在使用铜鼓。 铜鼓的历史比较悠久，广西发现最早的铜鼓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早期铜鼓就是从那铜锅演变过来的。早期铜鼓的鼓面上有烟台，就是说你用那个柴火烧做饭。铜鼓最早起源于云南的西部地区，然后是向东，就是现在昆明、滇池周围，然后再。 往北，往北就到重庆、四川，然后再往南传播到了越南北部，往东到广西。铜鼓在澧泻江和洱海流域，就是发展以后，就向沿着大江大河，它这个澧泻江是洪河的上游。 他刚才已经讲的铜鼓，它的最高的时候就是作为权力重器。古代的时候，哪个人用了铜鼓，哪个就是首领。它是一种炫富的、攀比的一种工具，这就象征着它财富和地位。那权力的重器呢？它肯定需要古为高，大为美，是吧？就是它。 做得很大很高，上面的纹饰很复杂。这样以后，这个作为这个权力象征的铜鼓，它的地位就消失了。但现在没有了，我们现在所有的政权都是属于中央的。过去我们破坏比较严重。 文化大革命呢，就是对一切旧的东西呢，都认为是封建的，的确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呢，就实行了一个是破坏性的、毁坏性的这样一个行动。因为打铜鼓是迷信的，禁止打铜鼓。1978年以后。 恢复了这个铜鼓使用这个习俗。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工业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这些进来，各种这种文化的冲击，那个东西对影响就很大，所以迫使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进行保护。基本上1985年中国正式批准加入世界遗产公约。世界遗产呢，就说是它慢慢把这个遗产地，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全社会的工作。在一般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，好像遗产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原来那些就变成叫物质文化遗产了，一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物质文化它是有形的，我们的今天你看的长城、故宫、天坛，它是有形的，它非物质是无形的。在我们演员的那种高超的技艺，它是身上的，都在他的自己的脑海里面、心灵里面。永远三十吗？对，永三十，三十。慢着，慢着。工作方式、工作强度都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。把文化遗产教育啊纳入中小学的这个教育的内容，我们这个基本建设要把这个文化遗产纳入到这个基本建设当中。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的体系也逐渐完善，我们现在全国有5000多个博物馆，那么这个5000多个博物馆当中应该有4000多个。都是1985年以后建立起来的。比如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，完了我们在遗产保护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：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，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要活起来。所以现在大家作为使用铜鼓，变成就受到国家保护的一种文化遗产。如果没有这个铜鼓文化保护的话，这个铜鼓文化很可能就消失了。那对你来说是就是非遗那个概念，重要不重要？就是给老百姓了解。给老百姓肯定了解，肯定很重要嘛。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东西，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比如说你说白骨窑的服饰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，他都不知道你什么东西。我们白骨窑的一些小孩子他们学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之后，好像觉得这个白骨窑的一些民族特有的东西，他们觉得好像没有用。这个现在啊，这些年轻人真的没搞没清楚，没懂他们。现在都是以前嘛，我们像我们这些年纪啊，我们小时候就老一故事的，一晚上只打铜鼓，只打老铁梁啊。现在年轻人怎么打了？介绍给外面的人来参观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没有多大的意思嘛。就是说我们本族的人，那他也会那些小学生啊，那些小中学生也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嘛。所以我们学校就考虑到这一点，那么要传承这个白骨窑一些优秀的文化，那必须要从小孩子抓起。所以我们就从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就开了这个传承班，铜鼓传承班，还有皮鼓传承班，还有服饰传承班。由学校的兼职老师去指导之外，我们还要聘请了一些民间的这个铜鼓传承的、皮鼓传承的传承人。我们说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第一个汉字，学会第一个拼音。但是我们记得小时候在哪里打陀螺，小时候在哪里吹牛。民族的自己民族的东西对我们才记忆。
铜鼓开始表演在1999年就出现了。很多表演队的成员可能都是麻木的，这个东西他就不好展示了。那么铜鼓就刚才我讲，又看得见又听得见，又是他文化的一个特点，那当然他优先选择铜鼓来展，来作为表演的一个方式。我们都不会留那个鼓槌在鼓旁边，铜鼓旁边，因为游客他来，他以为是像那种锣啊鼓啊，他用力的敲一下子，那个铜鼓就破了，一破这个铜鼓就废掉了。一般客人的话不会要求你在说什么啊，一般要求有多好听就是就说多好听，不可能去死板的去说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游客来说，他觉得这个铜鼓的话，在他们游客的眼里，它只是一个乐器。可能有了这个乐器之后，你们才可以跳舞。他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么多东西。因为在外面，在瑶族文化来讲，北固瑶来讲，丧葬我不能每天都砍人。他来这里，他没有一种文化自豪感，也没有什么文化传承，他就是来跳一场5块钱，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。他声音极大哦。前边，这是每个女孩子的镜。防鼠的话，就是刚才我们在那边也看有一个我们宅上也有这个一个老人的过世，那时候可能是30-40岁左右吧。看有哪天有个年纪40多岁吧，哎，他去跳这个，我还没懂得是跳后滚，跟他学，他就把这些动作啊教给我。这个模仿猴子的那些动作来指一指导，再变成这个舞蹈。所以北固瑶的铜鼓舞还是很有名的。北固瑶就那个了，跳舞的人肯定是少数的。那么我也是这个青州格拉的这个创建人，所以我都必须要把这个青州格拉的这个舞蹈传给后一代。你方才这个师傅在刚河这边，他就教我啊，教我打这个皮鼓啊、铜鼓啊。我跳的不比他好看，但是我节奏我知道怎么跳了。人只是游客来看表演，看打铜鼓。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我只是我一个人跳了。嗯，还是要人多来，那打才好看。你一个人打没好看的，好是好看，但是人多多好看。非遗保护表演是不是应该是唯一的方式？表演，适当的表演是有作用的。我只做表演，我就可以传，就算我做传承工作的，这是最糟糕的。这个表演的话，没有感觉，心里面就很有一种那种家的感觉。
不能取代民众在民众在社区的传承。在家里面就是说自己就像群众 自发那种就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归属感。非遗的文化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哪个人的。它是民众的。